要说比麻辣烫还好吃的，那就是麻辣拌了，好吃又方便。碗中放葱花、蒜末、辣椒面、白芝麻、花椒粉，淋上热油，再放两勺生抽、一勺醋、一勺猫油、盐、白糖，卸好的纯芝麻酱多来点才更香。水开下自己喜欢的丸子青菜，煮熟后捞出，倒入调好的料汁，最后再来点花生碎和麻辣油，拌一拌即可，好吃到甜碗。